今天晚上来 IT 西西这边逛街，顺便来探店啦。这间香香肉骨茶，它就位在 IT 西西的底楼，装潢还蛮精致典雅的，价位大概在15块钱上下。今天我们点了一个肉骨茶干锅，跟一个汤锅，饮料还可以。饭的话压得很实在，吃一碗等于像吃两碗的感觉。这个肉骨茶干锅酱香味十足，而且又加了青菜，蛮清爽的。丸子啦，肉片啦，没有什么味道，很新鲜。这个大推大推啊！这个肉骨茶汤锅就属于比较清淡型的，有肉片啊，豆腐啊，还有排骨啊，比较适合喜欢清淡口味的朋友。偶尔来喝一喝肉骨茶，补补身体也是不错的。今天的消费总共33.8元。关注我，一起发现沙巴的美好。